韩国并不属于我们所认可的十大医药先进国家。你高端四价疫苗做完三期了吗？赛诺菲、台湾东洋公司所进口的都是原装进口，而且都是十大医药先进国家，但是你高端不是。一个流感疫苗大概是200块以下，你这个疫苗能够因此而省掉了66块，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那就是非同小可。原疫的话成本就低了很多，那我们国家的疫苗厂它还要做吗？它不要做了，大家来比低价嘛，国人用到的很差的疫苗。从印尼或印度的市场去进口这个比较低价的疫苗，然后再打到我们的身体。如果要这样搞的话，那是不是每一年都要帮高端来开后门，用了我们的公帑来扶植高端？是不是以后所有的疫苗高端都要插一脚？现在他们正在修专人防治法，打算把以后的所有的防疫物资都变成这样子的采购方式，他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。